我是 Christina 黄伟轩，今天的八八六十是快问快答，有的嘉宾是 Danny 温立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anny 温立明。如果可以二选一的话，你会想要办演唱会还是董董秀？演唱会。如果现在立马要给你做一个 mission 的话，你要结婚还是生孩子？结婚。哦，要结婚了 ，Danny 温立明要结婚了。是非题，你必须回答 yes or no。Okay. 不过之前呢，你必须要连续说15次的 yes， 因为你出道15年了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来你先说。Yes. Do you think you're cute？ No。最不能接受自己扮可爱还是扮白痴？可爱。首先，把你的手合十，然后呢，我要你一直跟着我念 you。You 不会停哦，你一直念，然后我讲什么你就要照着做。除了拇指之外，你其他的手指都要往下凹。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？很迟回家。除了英文歌词的部分，用广东话唱出 Neverland 副歌的部分。一瞬间，我离开这，我离开这，世面，把所有一切都实现。Okay, please come to concert and support my Danny in the Neverland concert on July 16 at 7:30 p.m. So hope you guys come and join the fun and have party. 大家记住咧，七月点半咧，七月十六号嘅，咁佢哋不见不散啦吓。月点半是什么来的？七点半就是 PM 的。短短但短短。是了的当你 Danny in the Neverland concert。过七月十五到 July 16。记得不见不散。大家听我，大家闭上。语言四。啊，语言四。我的希望 concert ですか？我あなた come。我的是 concert。Good。Very good. 祝你的演唱会成功啦！谢谢 Daddy。谢谢。